海盗誓师大会，我是被动出席，寄与不寄间，妾身千万难。想去凯道还是不去凯道，明显千万难。听到你吟诗，我差点泪千行。后来很多支持者都要去啊，国外的朋友说，你准备喝啊？韩本的造势是大绝招。今晚六点，国民大会。